六次抵制习近平，中共最高层震怒才落马。资料图：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路透社陕西西安秦岭违规建别墅问题，经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次批示，终于有了结果。11月7日，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去了趟秦岭北路违建别墅拆除现场。11月9日，上官吉庆辞去西安市市长的消息正式传出，消息说中央震怒，官场震动，陕西反腐风暴秦岭风雨欲来。此前对习近平指示阳奉阴违，或督办不力责任者均或受罚。据博文新闻今天报道，习近平一尊之言竟被地方官六次抵制拒办，引发中央最高层震怒。直到11月7日，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去了趟秦岭北路违建别墅拆除现场。11月9日，上官吉庆辞去西安市市长的消息正式传出。此前有报道说他已受到处分。随着秦岭一大批违建别墅被拆除，陕西官场已有多人落马，中央震怒，官场震动，陕西反腐风暴秦岭风雨欲来。该报道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习近平曾先后六次对秦岭违规建别墅作出批示，但未获处理。今年7月底，中共中纪委派出专项整治工作组介入，直到8月中旬，秦岭违规建别墅群才开始被拆除。报道印据华商报消息，11月5日，西安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决定接受上官吉庆辞去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根据西安新闻的报道，10月31日上午，西安市政府与深蓝科技公司举行座谈会，上官吉庆还出席会议并讲话。但是第二天，也就是11月1日的一次重要会议，西安市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即秦岭北路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官吉庆并未现身。第三天，西安市委官方网站市委常委栏目更新，据最新名单显示，上官吉庆的名字已不在市委副书记栏目中。此外，西安市政府官方网站也将上官吉庆姓名从市长之窗栏目撤下。11月7日，民建西安市委员会官网发布消息显示，中央决定对前尹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的决定，对上官吉庆成群力给予处分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和严厉惩治腐败的坚强意志，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这一消息显示上官吉庆已经受到了处分，而今天的最新动态则是上官吉庆辞去西安市长职务。该报道说，秦岭拆违引发官场震动，陕西多人牵涉其中。11月1日，也就是上官吉庆缺席秦岭北路违规建别墅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的那一天，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钱颖安被查。据多家媒体报道，钱颖安曾长期主政西安市长安区，任内主导了秦岭北路经济板块的规划。2013年12月，钱颖安出任宝鸡市长，当时上官吉庆任宝鸡市委书记，两人搭班子。两年11月5日晚，西安市检察院发布消息称，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原局长魏旭峰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简历显示，魏旭峰曾任原长安县土地局局长，2002年撤县设区后，魏旭峰出任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局长。据报道，魏旭峰此前已经退休好几年，这次是因为秦岭别墅违建的问题被查，与上官吉庆一起被处分的程群力也已于2016年退休，此前曾任长安县县委书记、西安市民政局局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等职。报道指2014年11月的西安日报曾发表文章，我市秦岭北路违法建筑处置工作提前完成，
当时的报道说，截至2014年11月13日，秦岭北路西安段202栋违法建筑处置工作提前完成，共计拆除145栋，没收整改57栋。月底秦将完成生态恢复。针对秦岭北路违法建筑整治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魏民洲明确要求，秦岭北路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绝不能含含糊糊，绝不能模棱两可，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定，行动坚决，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以有力的措施依法加快推进，确保如期完成整治工作结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时的报道还说，时任市政协主席的程群力等领导同志先后前往秦岭北路检查与督促违法建筑拆除工作。今年6月22日，魏民洲受贿案开庭，检方指控其为相关单位及个人在矿场开发、土地竞拍、工程承揽、职务晋升及人事调动、融资贷款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等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及个人财物，总计超过1亿元。魏民洲当庭痛哭悔罪。魏民洲曾于2012年6月至2016年12月任西安市委书记，而他的前任孙兴云曾于2006年6月至2012年6月任西安市委书记。2015年孙兴云在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受到断崖式处分，被免职并留岛查看两年。